Dream， 一位 Dream SMP 的统治者，一位即使面对四个人的追杀都还可以极限逃脱的高手。就在不久之前，他承认了他作弊。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玩家机密，我是 Shiro。Dream， 相信玩过 Minecraft 的玩家应该都听过他的名字吧，大魔王、大神等等称号都有，但如今他却被挂上了新的称号——外挂仔。究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Dream 到底犯错了什么？有观众希望玩家机密可以谈一谈这一件事情，所以今天我就来和玩家们谈一谈这一件 Dream 作弊事件。当然，玩家机密也有做了关于 Dream 的故事介绍和 Dream SMP 三部曲，有兴趣的玩家不妨过去看一看哦。那么在影片开始之前呢，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还有记得打开小铃铛，以免错过我们的更新哦。哈基梅马秀。那么在正式进入 Dream 作弊事件之前呢，是必须要和观众们聊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的。一切的事情都发生在去年，那时候世界因为疫情的关系，导致所有人都必须待在家防疫，而互联网也开始慢慢的热闹起来。其中有一群青少年率领的 Minecraft 更是成为了那年热门的游戏之一。Minecraft 在那时候也掀起了 Speedrun 这个玩法，如今每天几乎都会有1000名玩家在挑战 Minecraft 的世界纪录，许多实况组都开始纷纷直播挑战自己的 Speedrun 纪录，像是 XQC 和 4Sand 之间的对决。Dream 当然也不例外， Dream 在3月的时候开始在 Twitch 直播挑战 Speedrun， 并且在不久之后以32分钟打败了 Illumina 的33分钟世界纪录。虽然 Illumina 在那之后就以27分钟回击 Dream， 但是 Dream 最终还是用了26分钟赢了 Illumina。 在之后还有另一位挑战者 Ben X 来踢馆，但都还是输给了 Dream。 OK， 事情大概是这样的，Dream 一直不断的刷新那些来挑战他世界纪录的人的记录，成为了非常热门的 Speedrun 玩家。但是2020年10月的时候，一切开始了变化。2020年10月的时候， Dream 向 Speedrun 审查团队缴出了自己的 Speedrun 通关记录，但是在这次的记录中有着相当多可疑的点，甚至有人在 Dream 的 Twitch 直播中记录他的道具掉落率，却意外的发现 Dream 的重要道具掉落率意外的高。这也让审查团队开始讨论，并且越来越多玩家都认为 Dream 作弊。 Dream 也在自己的推特写了长篇大论，澄清自己并没有作弊，还觉得没有人相信他，感到非常的无奈。而其中一位审查员 Joe Square 在12月的时候放出了团队的分析影片，借此判定 Dream 作弊。里面的内容除了嘴巴上讲以外，更多的是用数据来证明。首先呢， Speedrun 其中一个重要道具中介珍珠，在正常的时候掉落几率是 4.7%， 而在 Dream 的 Speedrun 挑战中，它的中介珍珠掉落的几率是惊人的 16%， 是一个比正常人还高两倍的几率。而想要拿到中介珍珠，必须要将金条喂向地狱的猪布林，才会有几率掉落。这里就出现了争议。 Joe Square 将 Dream 和 Illumina 两人的掉落率来做对比。首先呢， Illumina 的数据是利用了323条金条换来了20粒中介珍珠，经过了深度计算之后，玩家只有 9% 的机会可以用323条金条换来20粒以上的中介珍珠，但这些都还是在可能做到的范围内。 Joe Square 也计算了1000人中就会有90个人那么幸运做到。但是 Dream 就不同了， Dream 在6次的 Speedrun 挑战中，中介珍珠掉落率高得恐怖，他仅用了262条金条就换到了42粒中介珍珠，只有1771分之1的几率才能做到，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而 Joe Square 也拿了其他 Speedrun 的玩家数据来做对比，很明显的 Dream 比起其他人都还要来得更高。而最致命的就是烈焰人掉落的烈焰棒，同样的 Dream 烈焰棒掉落的几率比其他玩家多了一大截，只有1131分之1的几率才能做到。而最后 Joe Square 和审查团队拒绝了 Dream 的 Speedrun 记录，并且把他的世界纪录拿下来，一致认同他是透过调整概率的作弊方式来完成 Speedrun 的。说到了这里，可能有人会认为，为什么已经是12月的事情了，现在才要拿出来讲呢？接下来就到了 Dream 否认的时间了。在 Joe Square 推出了这部分析影片之后， Dream 也开始在推特反驳了审核团队，他极力否认了他自己有在 Speedrun 中涉嫌作弊的行为，并且还请来了哈佛大学的教授写了一份报告跟那些审核团队争论。
投诉那些审核团队的统计有问题，而这件事情也从原本的游戏作弊事件变成了一道数学题。审核团队固执地认为自己的算法就是对的，而 Dream 那一边却认为他们不应该只拿 Dream 在 Twitch 游玩的六个直播做计算，因为如果只拿那六个比较幸运的 Speedrun 直播来算的话，肯定会算出比较奇怪的数字。这件事情也吵得不可开交，而 Dream 也恼羞成怒地开始在推特公开抨击那些审核团队，表示他们闲空到以太幸运的理由浪费几个月的时间去调查一个只进入到16名世界纪录的人，还追了 Joe Scratch 身为审核团队的主管，竟然还做影片去骗点击率，甚至因为 Dream 的粉丝太多，导致很多玩家都相信 Dream 是清白的，选择抨击 Joe Scratch。 但是这个时候更多的人站出来选择帮助审核团队打脸 Dream。 在 Dream 公布了那一份哈佛大学教授写的报告之后，开始有很多 Reddit 的精英和专家出现在了 Reddit，合力解开这道复杂的统计数据，最终做出来的答案更偏向于审核团队那边多一些。而 Dream 不知道是发现自己穿帮了，还是无力反驳，选择了下架那部影片和报告。但是 Dream 还没有出来承认，他请来的教授就自己在那份报告的总结中说了，他认为 Dream 作弊的可能性更高一些，根本就是打脸现场。 Dream 自己虽然请来了教授和团队争论统计数据有问题，可是在双方最终出来的结果都是 Dream 在作弊，而最终 Dream 除了粉丝维护以外也无力反驳。就当所有人都以为这件事情就那么算了之后，5月31日 Dream 却震惊了玩家。5月31日 Dream 在 Pastebin 的网站发布了一篇文章，内容不能说像是道歉文，更多像是心里话。他在开头表示这篇文章是早上4点他坐在浴缸里写的，不冷吗？OK， 严肃一点。他先是说了他那时候打破了记录，想要将这个记录交给审核团队，借此更新 speedrun 的记录，但他却没有想到遭到了玩家们的质疑，甚至开始有人出来骂他作弊。而他也很努力的配合将所有资料交给审核团队，还跑去和模样开发团队提问到底发生什么情况，同时他也感到非常愤怒和无助。他认为那些玩家只是因为他是 YouTuber 所以才会怀疑他作弊，还有一些审核团队的管理员不喜欢他，所以一口咬定他是一个作弊仔。当然他也感到非常后悔那时候他不够冷静，在压力害怕的情况下选择公开抨击那些审核团队，他觉得自己很傻。当然之后 Joe Square 的那部影片和报告出来之后，更是让他感到害怕。同时他还说那些审核团队用了数学计算和数据统计来证明他作弊，但是他根本就听不懂这些，说自己没有上过大学，还非常讨厌数学，这让他感到非常的恐惧。他担心因为这些证据会咬定是他作弊的，他担心他的职业生涯和他辛辛苦苦建起来的事业也会因此崩塌。在那不久之后，就有人建议 Dream 邀请教授来帮忙解答这个他不懂的数学题，所以为了解开他的疑惑，他邮件了两位教授帮忙，而仅有一位愿意帮他，这位就是刚刚说到的那一位教授。在教授噼里啪啦的解开那道数学题之后，虽然 Dream 完全看不懂，但是他就以为这个可以证明审核团队是错的，所以就拍了影片发了过去。结果万万没有想到，这个解答不仅没有帮助 Dream 解决问题，反而审核团队还修正了教授的错误，还给出了原因，打了 Dream 一脸。那位教授最后也向 Dream 给出了总结，表示其实他不可能没有作弊。虽然 Dream 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但是任何的证据都指向他作弊，所以 Dream 也同意教授所说的，或许他真的作弊了，他无法反驳。这些内容都是在这篇由 Dream 自己写的文章中的。当然这篇文章还没有结束，在 Dream 得知到自己或许真的作弊了之后，他发现到了他在直播挑战 Speedrun 的时候忘了关作弊器，对，忘了关。在这里要和玩家们讲一下这个作弊器。这个作弊器呢，是 Dream 为了制作更多有趣的影片内容，所以找团队帮忙做的，也就是时常看到的那种黑洞啊、爆炸威力1000倍等等有趣的影片。阿神也有几部影片的模组都是购买了 Dream 的模组包使用了。回到正题，这个作弊器呢，有时候是 Dream 为了让影片更加顺利的进行，所以用来调整道具掉落物的几率，但是他在挑战 Speedrun 的时候忘了关，所以才会导致那些烈焰棒啊、终结珍珠的掉落几率特别的高。虽然他也有为作弊器做辩解，但是理由的总结几乎就是我真的不知道我开了作弊器，仅此而已。在之后就是一连串的道歉和心里话，
就是很抱歉那时候骂了审核团队啊，那段时间他真的很迷茫啊，也很抱歉让每一位支持他的人失望 blah blah blah。 然后在结尾就说了，我只是想要澄清这件事情，不希望有再多的 drama 下去，也希望他的粉丝不要再去骂那些审核团队，希望这个事情可以告一段落。在 Dream 承认作弊不久之后，这件事情并没有得到平息，反而更多的人跳出来骂 Dream 作弊仔。也有人认为其实 Dream 就是真作弊假无辜，认为他在已经没有证据反驳的情况下，选择用不知道开了作弊器的理由来掩饰自己作弊。当然 Dream 的粉丝也没有坐以待毙，选择帮助 Dream 反击那些酸民。也有人不喜欢 Dream 这一篇所谓的道歉文，因为在这个文章 Dream 并没有正式向大家说对不起我作弊了我错了这种话，而是用或许我真的可能作弊了，我并不知道我开了作弊器等等借口来辩护自己。虽然他在那篇文章说到他非常有信心确定自己没有作弊，但是到头来还是他觉得而已，因为没有太足够的证据证明自己是清白的，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那么多人骂的原因。而这篇 Pastebin 的道歉文如今也已经消失不见，庆幸的是有网友备份了下来，才能让我看到完整的文章。而其中我有看到一位玩家在评论说， Dream 说自己可能因为是 YouTuber 所以很容易被人当成目标来骂，对他来说很不公平，他自己透过作弊器让自己在 Speedrun 取得优势，他的粉丝更是说这个只是游戏，有必要那么认真吗？但是如果换个角度来看，对于那些没日没夜训练的 speedrunner 来说，他们那么认真的训练却给了一个开作弊器的玩家上榜，公平吗？这里玩家们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我相信看这个影片的大家绝大多数都是喜欢 Dream 的玩家，也希望你们可以思考一下这一次 Dream 作弊事件到底 Dream 有没有做错。的确 Dream 在 Manhunt 的技巧上， Dream SMP 的演技真的非常棒，但是作弊就是作弊。当然这一次的作弊事件也有很多人都不满 Dream 处理方式的态度，这里我也认为不管 Dream 是不是有意作弊的，但他也应该正式的说一声对不起，因为他是有着2000万名粉丝影响力极高的 YouTuber， 而不是一名纯粹不小心作弊的平凡人，必须要做好公众人物的榜样。 Dream 之后也有说了他会继续成长，而 Joe Square 发推特表示他和 Dream 已经和好了，所以希望事情真的可以告一段落。因为目前事情虽然已经缓了下来，但 Dream 的粉丝还在和骂 Dream 作弊的人们吵架，希望大家可以和平交流。如果 Dream 在最初发生事情之后直接道歉认错，而不是骂人诬赖找教授，或许事情应该不会闹到这样了吧。那么影片到这里就结束啦，今天的影片就是观众希望讨论的 Dream 作弊事件，有什么想法的玩家们不妨在下方留言分享哦，当然要和平讨论而不是争吵。喜欢影片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分享，还记得打开小铃铛，以免错过我们的更新哟。我是 Shiro， 我们下个影片见，拜拜。